整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遵义医学院坐落在风光秀丽的历史文化名城遵义，是贵州省省属重点建设高等医学院校，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校，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。学校前身为大连医学院，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本科医学院校。1969年为支援三线建设，经国务院决定举院南迁至遵义，更名为遵义医学院，是全国唯一一所坚持扎根革命老区没有回迁的本科院校。经过67年的艰苦创业，学校有了长足的发展，已经成为多专业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等医学院校。